徐穗珍1998年3月9日出生，K-pop舞者、歌手。她是 DN Entertainment 旗下的练习生，最初以 Anna 的名义，在一个名为 Vivi Diva 的女子组合中出道。2016年，她转到 Cube 娱乐担任练习生。大约两年后，徐穗珍出现在小娟的个人 MV 中。徐穗珍于2018年5月2日以爱豆正式出道，并于2021年因卷入欺凌丑闻而离开组合，至今没有关于她下落消息更新。虽然粉丝们都希望他能在另一家经纪公司以 solo 身份重新出道，但这种情况似乎不会很快发生。今年5月，据传徐穗珍与 Vivis 前 Sistar 招友和前 New East Brand 公司 Better Planet Made 签约。可惜的是， Better Planet Made 自己否认了这一谣言。最近一条推文迅速走红，因为他更新了穗珍朋友在 Ins 上的实时对话，谈话中透露了徐穗珍的当前状态。这位朋友说，穗珍做得很好，并安抚了焦虑的粉丝。朋友说，穗珍在离开组合和 KK 后，收到了很多粉丝的支持信息，他非常感谢收到的鼓励。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穗珍是否会回到 K-pop， 但粉丝们都希望有一天他可以。爱豆韩社，美儿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